就两秒就断，然后你就放在这，它就会变软了啊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你们可以准备一些菜，比方说这个胡萝卜丝啊，这种啊，胡萝卜丝、黄瓜丝，还有这个粉丝，还有香菜，还有这个彩椒。彩椒啊，彩椒它就是红的，也可以拿绿的。然后我们这个是虾仁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咱们的生菜啊，我们就先放一片生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放一点其他的菜。欢迎亲爱的朋友们，感谢你们的关注哦。这个我觉得很适合那个女孩子的，对的，比较健康哦。这样子女孩子去做晚餐吃，你们可以学一下。你们里面可以放很多，比方说是什么鸡肉啊，或者是其他都可以的。他们说感觉你像过家家一样的，在整场的做饭。他们说不加调料吗？我们就是弄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去做那个蘸料啊。弄那个蘸料去这个指甲有点长啊，你们可以先学一下怎么包，然后呢包完之后它是要搭配蘸料去吃，因为你像这样做它是没有味道的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当地人女孩子的话，有时候我们自己会调料去吃，就很健康这样的一个饮食。看到没有？嗯，他们说健康是健康，你吃不下，那是因为你没有配灵魂蘸料。你们要去弄那个蘸料，然后蘸着吃啊。对的，这个就是太复杂了，不复杂。一定要好，我们放生菜哦，朋友们。他们说天气要吃这个超级爽口，对。然后我们放那个这个皮是啊，那个那个什么某月某南过来的啊，你们想要？你们想要我同款的吗？然后呢，我刚刚没放香菜哦。然后我们再继续放这个。想要皮？想要皮？想要皮吗？来，朋友们，想要皮的有多少个人啊？给我扣小一一，这个才10多块钱一包，很划算。你们再看一遍，很简单的。对，这个还蛮简单。好的。那我们就放虾仁。哦，好多人想要皮，你们再学一下啊，姐妹们再学一下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而且这个皮它是有一点点弹力的，但是你们包的时候动作要轻一点的。蘸料是灵魂，快点交蘸料吧，他们说。来，有多少人想要这个皮的，给我扣一。我们开始统计数量了。这个很简单，真的蛮简单的，我觉得这个姐妹们刷新链接自己去拍就可以了啊。小黄车的一个1号链接，这个的话你们选择22厘米的那个340克去拍，因为我们拿的皮是比较大一点的啊，大一点的话它包的料会更多一些，直接去拍就可以了，18块。好的好的，你们拍好回来扣一拍，然后我们扁扁就教大家去做那个调料了。对，首先你们要学会这个怎么弄啊，弄好学会了我就教你们做蘸料了啊。嗯，可以包火鸡面吗？可以呀、你里面想放那个其他高级点的菜都可以，比方说那个什么三文鱼啊。来，拍好了是吧？嗯，那我现在就教你们去做那个啊，这个啊，小米辣。冲的工具现在还没，你们先关注。一颗大蒜啊，拍了5包，我们保质期是2年，宝贝，保质期是2年，多拍几包，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啊。闷得咬耶，你们是不是觉得很方便？小小的大蒜啊，这个你们，我们这里不冷，我们今天现在应该说28度，他那边过来的。然后香菜啊，现在要做灵魂蘸料了啊，蘸这个春卷了。姐妹们，刚刚有拍春卷皮了吗？了，有没有拍了？拍了，现在应该都在。这调料放些什么都记住了没？等会不教了啊。这里有啊，你们直接截图。这里有啊，小米辣、大蒜、洋葱，还有我们的香菜，都学会了啊。来，哦，放其他的调料喽，学起来。如果说你们有额外的一些盐味精，你就可以放自己的盐味精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这里就是图方便的话，就放这个啊，一勺。来，生抽。我们这边不会冷，这边是热带雨林气候，宝贝。
蚝油。不晚，这个放一点鱼露，鱼露要放一点哦。鱼泡链接，朋友们。你再倒一点水啊。然后呢，你要给我切一点柠檬啊，姐妹们。还要挤一些。泰式东南亚的一个风味。辣椒你们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叠加嘛，去加。哎呦，香菜已经放了。我们不认真记啊，姐妹。你们喜欢吃虾酱也可以自己放虾酱呢。嗯。学会了吗？哦，这个一看就好有食欲哦。学会了啊，然后把你们刚刚那个做的来。有虾仁啊，你可以放什么鸡肉丝啥的啊，你就这样蘸啊。就可以吃了。好爽啊。对，你就这样吃就行。这个就是女孩子你可以做晚餐去吃，很健康。施肥去了，这个会降解的，姐妹们。一切开也可以直接这么吃就行了。有什么菜料？佐的蘸料。天哪，小米辣、大蒜、洋葱、香菜，然后柠檬，然后辣椒面、生抽、蚝油，没有了呀，鱼露、就没啦。他们没有拍到那个春卷皮。来，最后来一波，这个春卷皮才十多块钱，一大包。一打包40多块钱，你咬的话给我扣一，我最后来一波没了。好的，因为还有朋友要等着做学别的，我们就是在教大家做其他的。绝绝子，不好吃太贵。不贵，这个很适合就是女孩子你做晚餐去吃，女孩子做晚餐去吃很健康，这个吃法。太巨啊，姐妹们。我们这个保质期是2年，你们放心啊，我们直接就是萨瓦迪卡啊，萨瓦迪卡过来的啊，就是利乱晶晶啊，一定要给我拍，姐妹们。9号链接可以自己去拍，宝贝在9号，19.8一瓶。利乱晶晶，如果你喜欢，就是会要做什么东南亚的美食，做冲击饺都可以备一瓶这个调料在。感谢关注哦，欢迎进来的朋友们。调料弄好了啊，然后我们就放这一个虾。放虾啊，虾放好了之后呢，来继续啊，我们要放那个配菜咯。先放那个酸的啊。不是云南人说话搞得和泰国一样，扁扁他是云南的少数民族傣族，他说因为是泰国人。老铁啊，我是西双版纳傣族，然后因为我跟你说那个东西是来自萨瓦迪卡的，那萨瓦迪卡的话它就是好吃的意思，就是说利乱晶晶啊，就是非常好吃的意思啊。因为我们放了鱼露之后，它整一道菜就是很好吃，它那个泰语的话就利乱晶晶，这个是泰语啊。